之前的事情，你不会真的是真的吧？来，喝药吧。是因为雪姬已经被解雇了。你是在经历什么地方出的事？太凉，太烫。不冷，不烫。我自己喝。那你喝完了，凉一点。没有听懂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这个我已经付工资给我了，三个月开不出话。不用等，我又不是乞丐。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报警。很可惜，队友跟我说，这个房子他家也有份，我可以随便进出。又来这招。雨辰，你忘了我们在南国的时候经历了那么多困难，你帮了我很多次，这一次让我帮你好吗？别推开了。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这不是同情，那是什么？爱情。别搞笑了，之前的事情，你不会真的是真的吧？小红书。